今天得好好收拾一下我们家这个小院儿，是得好好收拾一下的。这些树马上都发芽了，好几天没落着来照顾小猫了。来，让一下来，我看一下。我得来个葡萄解解汁，要不然今天吃不上葡萄了。这么天说过去也过去了哈，你看我那牡丹都发芽了一下。你说有什么看头呀，比特？掉一个看一个。剪秃了呀。剪的秃一点没关系，它过两天就发出来了。又来看又来看，有啥好看的？你说剪个树啊，到底还是天真呀，一根小树枝能晚上半天，不像有些大佬天天装沉稳，再好玩的逗宝宝都不多看一眼。你看这一年的瓜你就长疯了，你还到处是碎枝的，就跟那小朋友一样，不给他上上课修理修理他就不知道往哪长了。好好修理吧。这话不能让王同学听见，王同学今年就对号入座了。你像哪个猫给我啃了这花骨朵，你看到吗？肯定是刀了干的呀。我们家托尼老师开工了，来理理发哈。这两天2月2龙抬头，理发的都排不上队了。跟托尼老师理发是一样的，我就不爱干这活，不知道为啥。你适合当管家，给人家打理庭院去。这叫园丁，你知道吧？行了，再剪就秃了哟。好看了吧？好看了。我出去把那个桃树剪一剪，虽然吃不上桃，这个桃就是给路人准备的。明年咱自己吃不上，没事，谁吃都吃。累了坐树底下吃个桃。我修剪完了，你看今年结的桃肯定大，比往年。有个小院，再有一个勤快的老公，一年四季都不缺水果吃。先是樱桃，然后是杏，然后是葡萄，桃，一年四季就不断，知道吧？